你再叫多一声死杂种啊！死杂种点啊？喂，俾翻七分面我咯！你再叫多一声死杂种，唔通讲啦？死杂种，我要啊！我要死杂种啊！死杂种啊！咩？喂，我哋叫打，喂喂，挂你啊！刘德华跟梁朝伟年轻的时候，哦，那个时候你们是在演戏吗？还是在？我想是应该什么特别节目，对不对？在打他喽。做皇帝要遵从，我做皇帝比人强。世代祖传有明皇，办起来真像唐明皇。巨星又来临了！今天只要看全场爆满，你看地上都坐的是人的时候，就是谁要来了呢？有地上坐的不是人的时候吗？每一次都是巨星来才会爆满嘛，对不对？不过今天呢，他要来唱这首歌，真是现在最流行的一首歌，每人嘴上都在讲天意呀，天意呀，天意呀，天意安排他来到我们哈林夜总会。哎呀，你的观众就有福了。哎，让我们热烈的欢迎！今天刘德华来参加我们哈林夜总会，一定很多人想听到刘德华，唱一些从来没有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不过在还没有唱歌之前啊，我们都知道刘德华的脾气好不好？脾，哎，有人说不好哦，是不是？有人说不好，有人说好。而且你看这些人，好像是深受其害的。哎呦，不好，他打过我耶。然后这边脾气好不好？谁说不好？哎，这民主时代，民主时代，还说不好？你要改进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要不然我……哎，对不起啊，我老是在摄影棚里有暴力倾向。哎，其实，在摄影棚里头啊，容易，你会不会容易跟人家，比如说发生冲突啊，这样子？我，在摄影棚里太夸张了吧？我不会，我会跟歌迷发生打起来。你不要走，花姐，你不要。被他踢得飞起来了。你看，你看他这种动作，可能啊，可能你以前也会做过这样的事。有吗？紧张了，又紧张，又紧张，有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可以啊，你再叫多一声死杂种啊！死杂种点啊？喂，俾翻七分面我咯喎！你再叫多一声死杂种，唔通讲啦？死杂种，我要啊！我要死杂种，死杂种啊！咩？喂，我哋叫打，喂喂，挂你啊！哎呀，这个打架跟耍赖一样。你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哎，刘德华跟梁朝伟年轻的时候，哦，那个时候你们是在演戏吗？还是在？我想是应该什么特别节目，对不对？在打他喽。哦，在打他喽。哎，这个节目叫做刘德华打人，打梁朝伟，打梁朝伟。其实刘德华啊，在无线的时候，你做过很多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对，什么表演？他现在就在想，没有麦克风怎么讲话？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这什么？对呀，跳什么？跳什么？跳绳？那有什么稀奇的？跳土风舞？不是，就是这样跳。哇，不是哇，跳什么？是那个跳什么？像弹簧一样的那个，很多人拿的那个叫什么？高空弹跳吗？啊，不是。你到底会不会讲？好了好了，你不会讲就算了。我们去看啊，看一下吧。哎，刘德华！哎呀，这个小孩是谁呀？你知道那个时候吗？说，我做每一样事情都以为很厉害，这样子是。主要是要站起来，我们看没有？一上！哇！这个难不难？说真的难不难？这个不难了，还以为自己很厉害，还要。那个时候差一点，哎呀，我们电影界歌唱界少了一个巨星，掉到地上，啪！肉饼流，危险肉饼，大变倒。
幸好啊，他们没有。幸好啊，多一寸。对，没有。那个时候好，还好，嗯，还好刚刚过来一寸。刚刚当演员，刚刚在当演员没什么，就是没什么戏拍的时候。如果戏多了，他可能就去跑，就跑开了。对，肉饼牛一呈现以后，就很多人就有戏拍了嘛，因为肉饼牛不能拍戏。好，刚看完肉饼，不是肉饼牛，介绍一下，刘德饼。接下来再考，那要再回，就是黄梅调很流行的时候。他年轻的时候了，现在。哦，那个歌他就熟了啊、嗯！梁山伯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梁山伯很有名，对不对？嗯、可大家都知道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黄梅调的这个，等于是这个创始嘛。可是我唱这就不稀奇了。哎，所以我要考你们，哎，你会唱吗，梁山伯？不会啊，会当然多多少少都会几句嘛。来，梁山伯一心要把祝英台呀，祝英台，梁山伯他要把祝英台，把马子嘛，哎呦。说不好的国语不要学、嗯、我跟你讲好啊，这一句学很有用啊。不要学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往前推，这个黄梅调还有更早的叫做江山美人，他们都不知道，他们妈妈知道，拜皇帝，他爸爸知道，他说什么叫爸爸常常到外，他们都说什么拜皇帝，半皇帝，不是谭皇帝，加戏凤，半皇帝加戏凤。来，我们来看谁演皇帝比较像。那当然是我了。好嘛，他演皇帝，那你就演那个李凤姐啦。接下来我们请刘皇帝跟于凤姐。又是我啊？这个可以吗？我每次哎，保重。凤姐。坏死了！又拿手帕给我，来，哦、好舒服、啊。做皇帝要尊重，我做皇帝比人强。世代祖传有明皇，办起来真像唐明皇。长谁没见过黄明皇，他见过戏里的唐明皇，一枚胡子这怎么样，让你撞一撞撞一撞，哈哈哈哈，坏死了，我才没有看过皇帝呢。姓朱明德镇，家住北京城，二十岁还没有定过亲。喂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做什么？爱上了酒家同乐们，唱那么烂还敢唱？我告诉你，我哥哥不在家，我今天不卖酒。没有，我不能找你哥哥。那你找谁？我找老师学唱歌而已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找谁？我找老师。我要学唱歌。哎呀，好，你找他吧。哎呀、哎呀，怎么搞一下皇帝变女生，然后女生又变男生，哦，有点混乱。这样我发现呢，不是唐明皇在唱，是什么？也唐小皇，不是珠海皇帝，这个是一个是刘凤姐，刘凤姐，刘凤姐，一个哦，两个都是凤姐啊，哎，两个都凤姐。你不要管我们男生女生唱的像不像，可是我们唱出来了。哎，你说是不是皇上？是我们表演才这样的。皇上，你声音也变了。什么？哎，对，对，让我们来。擦擦汗，来啊！地上的啊，来，怎么把地上的给他？啊？哎呀！擦汗。
哎，谢谢你拿我的手帕哈、啊，你不要把它涂得满天星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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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完了，回来了，唱完回来了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，谢谢。